来吧你。来来来。三饼，三饼，就你跟他掏着那个。一袋六块两袋十一。一袋六块两袋十一。六块几个呀？一斤。一斤能几个？一斤十张饼左右。来吧，阿姨。来俩呗，好吃。不要，都不是。好不好吃？不好吃。明天我天天来，你这哪？啊。不让摆。对。朋友们大家好，现在是早晨6点钟哦，咱要出来摆摊了，但是今天摆摊的模式得变一下子，今天得放车里卖啊。现在早市还没开呢，咱在早市对面，朋友们，这个小区院里我看人还挺多的，我摆这个路边啊，放车里把这个春饼、小米饼、锅贴咱卖一卖啊，看什么情况，朋友们。卷饼，卷菜吃的，阿姨。啊，卷菜。对。一袋六块，两袋十一。熟的。还有小米饼，还有锅贴，10块钱两袋。拿吧。谁买谁合适。卷饼，对。就这个卷饼。一袋六块钱，两袋11块钱。软和，筋道。那是啥饼？这是小米饼，一袋六块。这是小米饼，一斤10张饼左右。这个长筋的厚，必须好吃，筋道软乎。那个啥窝头啊？这个是锅贴，大娘。这多少钱？10块钱俩，你可以拿一个这个，拿一个这个10块钱。这个是两袋十一。两袋十一，两袋十一。这有袋自己装，姐来，这有袋自己装来。吃单饼啊！啊！不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行，那两袋11块钱。这个是6块钱一袋，这是5块钱吗？10块钱俩，这是拿俩10块吗？不行，大娘，那个拿俩10块，这是拿俩11，这是6块钱的，多少钱有多少钱？那行了，我要一个啊，要一个呀，行。放车里，不能不能，大娘不能忘，忘了我得提醒大娘。不，俩着我好忘的啊。来，给你钱来。来了哥，正好啊。大娘的，大娘的5块。5块。对。给你。哎，正好大娘啊。卖了38块钱现金，微信收了22。哎呀，太难了，朋友们呢，得亏咱们拿下来摆呀。领导来了，领导就在我车后面呢。哎，这边人真不少啊，但是没办法，不让你卖呀，撤退吧。这客流量多可以呀，啊，朋友们，没办法，不让卖呀。大哥车在这停着呢，正常河对面是一个早市，但是早市现在没开呀。这边人也不少，不让卖呀。到家了，朋友们啊，拿回来两袋小米饼啊，媳妇儿给这热上了。QQ 弹弹，真软和。这边是大炖菜啊。粉条炖豆腐，媳妇儿放一两块排骨，煎枣卖货没卖销的。都说哈尔滨快解封了，但是早市
现在还是不让开啊，好多商场现在都会开门了。大肠子，来，一桌子全是粗粮。他们娘俩更爱吃这个小米饼，小米饼软和。我呢，比较更爱吃这个锅贴，这锅贴吧有嚼劲，不像那小米饼到嘴里它就化了。啥时候早市让开，咱就好了。早市让开，卖货也就不用这样提心吊胆的了。要不然这货卖的不踏实。白天还行，白天在老太们超市摆的还挺稳的，挺消停。就是这早晨找地方太难找。之前我跟我媳妇儿，我们家很少吃粗粮。自从我卖上这个锅贴跟这小米饼之后，然后才开始吃粗粮的。哎，觉得粗粮吃粗粮不错啊，相对而言能更健康一点。好多网友问我那个营业执照办了没有啊？我那营业执照今天就开始办了啊，已经申请了，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审批下来。是我哥他有个兄弟懂电脑，然后给咱注册的，但是不知道能不能下来，不能审批下来了。拿房本一分钱没花，只不过就在电脑端操作一下，咱不会，我不会电脑。拿房本没有房子，你要是租房子拿租赁合同，身份证正反面，然后在那叫什么网啊，电脑端的什么什么网了，什么什么正网了，申请的。
它功耗下来58号功耗下来，我寻思早是能开呢，哎，没开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拜拜，来吃冒号。